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4年7月28号，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2024最新按推手法注意事项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好，那患者来我们站姿的话，叫他头面向你，好，最好不要去转人家头，我还是一样，好，因为转坏了都说你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基本功都会了吧？好，前头法，握虚前，这个绝对不能握实前，虚虚的有一个弹性，一个形状而已啦，其实都。然后你现在这样顶进去的话，事实上所有的点都已经顶了。不要再说第一点第二点，其实压下去全部都已经解决了，这样很有效率，然后又不痛，比较不会有压迫感。好，那这个找的点一样照我们以前这样，耳背还有两股肩，好，然后这样握膝前，好，然后顺着它，然后这你看我的手，就可以这样，好像很有弹性，这样是这几指三指前面三指已经都按下去，然后因为你还有推，所以连中间这些都有按到，所以等于这几点你都按了，不要再分几点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做给大家看，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里放开来做，如果你们看到你们的手法是这样，那一定做不出来，这个就变僵硬，一定是这样，有没有记得哦？看人家错就是找这里，如果他是这样按，好，这里好像有在出力，你就觉得他做不出来，一定是这样，好，有没有？还有一点弹性，然后整个贴住，然后这样是很舒服的。好，就是这样要求。好，那再翻过来，好，我们做另外一边也是这样，这里耳背一样握膝前，然后这样顶进去。好，我们沿着啊，他这样好，顺着他的骨，不管他是怎么方向，我们都要找出来，然后这样好一样。我这几点是不是都有贴住了？有，都有哈，到下面这里也有，对不对？是，那这样你们一次就可以做成了。好，那这是耳后，因为你们来都有。算是以前都学过了，这样先点一下好。那这里哈，我们现在要先做对侧。有人这个可以做坐姿，也可以站姿，看你。站姿可以揉得很深，但如果他很怕痛，你们也不用那么累，就坐姿。好，坐姿跟站姿我都先做一遍。坐姿，坐一边而已，你不可能一定要把这个距离怎么样？拉出来，那所以要做到这样，好，那这样顶进去，啊，第一点，这个手只是来回，手轻轻的扶着，不要摸这里，这样轻轻扶着，然后扶着的作用是把它固定，啊，这样做很轻松啊，力量有没有进去？树林有，我很轻，但我相信力量还是很扎实的。好，那我现在脖子顺便揉下来，好，因为这是整骨的最后一点，那我第二点我就变这样，你看我的手的变化，你只要这个姿势对，一般都做得出来。好，然后第二再来这一点，这个手就变这样了，然后最后一点我就变这样，整个放啊，我很轻松，就这样放下去，啊，手只是来回，这样我已经做出来，所以这里一定不是用看的，一定是你姿势对，啊，用手肘去感受，啊，这个一定要学成，好，这样我都已经做出来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做站姿。站这样，这个对他的头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你的整个重心
面对着他，然后公好，这是做对侧的，那同侧的我也做一遍给各位看。来，你头放这一边，记得不能放这一边哦，这样你怎么做？好，所以一定是对侧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就更好做了，这个屁股真的能做到。为什么？这里还有距离。那他头这样，那你就要身体对他正，所以你还是要调整姿势，这样调整到这里。好，那这样放下来，一样的动作，这个我就不讲解了。你们看我的姿势大概就知道我。然后第二点哦，开始这里要注意的哦，对，要交代，开始用这个手把它稍微拨微拨，因为你这个手都不动，要不然你身体还要靠过去会很累。好，如果你这里都不动会变成什么情形呢？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再来这样啊，自己也搞得很累。好，那我现在如果我这样做，来你们看，第一点第二点有没有，我稍微就把它拨过来了。第三点，好，我这样就拨过来了，有没有，我轻轻的就可以把它拨过来。好，那我已经挪到最后一点，那我这样，所以我身体一直没有变，唯一变的就是左手把他的头拨过来，这个是一个要点。啊，这样我都已经做出来，我现在在揉哪一点我相信你们都知道，哦，我已经在揉脖子了。好，那这是坐姿，那站姿呢？站姿他头要放这一点，好，开始变化，这样你才能做得到。好，那一样面对着他，哦，那他的头在这里，你脚就站在这里，好，也是头对到你的脚，啊，整个重心就稳。好，这样开始做。来，注意哦，我另外一手，有没有？这里也要哦，啊，再稍微拨过来一点。再稍微拨过来一点，有没有，所以我身体都没有动，再这样，哦，这样所有点我都按过了。好，那在这里好，这是最后一点。好，所以好，你头在里面，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做对侧，这一手要配合的做，然后身体不要变来变去，因为你已经固定，你就一直一路这样一直做下去，那这样就可以做到底，非常方便。就是你很多旧有的没有改，但我说今天不只要解证，以后再教导人家，因为这里是精英班，还负责有传承，那以后也不一定是只有我教，我很怕那个时间到，那就是你们要教人家，包括整体的知识什么，尽量就是规范到大家一致，因为一致才能传承啊，要不然就会分成各门各派，这个不关解证。他的解证是没有问题，我必须先强调，所以我很多早期啊，比较一些严重的疾病，我都就给亚金了。但是他确实这几年，这一两年有一点知识还是照旧有，但是我说这一两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把那个尖锐的修掉，不要给患者有压迫感，这个是最重要。好，那我们来做这里。来，你头过去，应该是这样，把距离拉开，你没有拉开，所以你大概来，你刚刚亚金是怎么做？你看，你看就是这样啊，你就这样做啊，你这里哈，哦，又夹死，又没有90度，其实你是变形的啊，变形会做起来怎么样？你会很累，你既累，然后它又有压迫感，这个是两个弊端。好。那来，你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的手是常常是这里翘的比较高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压，所以你那个动作已经代表你是用手力，
就是用身体还是一样，但这里不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我示范给你看哈，我是从这里，我学你好了，也可以从这里做，但是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我把头先拨过来，这用这手来调整姿势，但你的姿势、身体的姿势跟手势一直都不动。好，你看我把它先拨过来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最后一点。好，我只是来回，大家注意有没有？我这里的角度跟宽度跟它有没有一样？跟它不一样。是真的不一样，差很多了。然后这里第二点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做得出来。然后到第三点的时候，我这样就有一点夹住了，但你已经习惯了，你没有那种敏感，我会把它再拨一点，拨一点，那这样距离就出来了，所以我身体也不动，然后每一点就变得很扎实。好，那我现在在示范从这里按到这里给你们大家看看，昨天教的就是第一点，我这里头我还是扶着，然后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我稍微拨过来，对不对？用这一手控制角度，啊，另外身体都不动。第三点再拨过来，手不能拿起来，就是一直这样把它固定住而拨，这样它会有安全感。然后到这里的颈部的时候，我第二点，好，我的手的角度是这样，这里因为我还保持90度，这里也是90度，我说这个都不能变。然后这里第三点我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我的手这里跟这里还是依然好，这里，所以大家已经看出你这里这样，然后手这样，对不对？他刚刚的姿势这样一摆，我就知道这里是压迫感，就变这样，很扎实，也可以解震，有没有这种感觉跟我一样吗？我现在模仿比较硬，比较硬，对不对？它有一点，就是我要修正的，其实这几年就是在修正那个硬、尖锐，它那个比较柔软。那个，你都是这样按，然后夹得很紧，然后这样，所以你做的角度也有变了，也就是跟我们原来的90度都没有做出来，然后这里翘起来，也就是。代表你那里也变形，这里也没有90度，这样，你看这个角度变小，所以身体的柔软度没有充分应用，啊，手变成比较僵硬，所以你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按推，就是早期我们教的，你都很努力在按推，上背部，坐姿我认为也 OK， 因为它这里不要很大力，站姿不好站。如果要教人家坐姿同正，坐过来就是靠到他的边缘，不要离太远，离太远你这样就没有力了，整一天。所以坐姿你要看对方有没有坐对，第一个先看他的坐的位置，坐过来，这样就简单了。因为坐过来之后，你手就可以靠过去啊，很近了 啊，身体也不用变粗体。啊，这样就有弹性有力量。那这里要注意的就是第一点是在下面，一般人都按在这里，是外面最容易犯错的，事实上是在这里。那这里有没有人忍痛？有，我遇过很多，就在这里交界点，你没有按到这里，你按到这里这一点你可能就落实掉了。好，那这一点有一点由下往上勾起来那种味道，但是你的手看我这样不是斜的过来，我这里是上下是直的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样。然后第二点，我还是直的哦，我不是斜的，如果你们斜的就会把人家弄到骨头，所以我是这样，方向稍微注意一下。这是第三点了，有感受吧？这种力量蛮舒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，我的建议对侧，不要站姿，是用这样，不好看，但
很好做，我们就是做轻松就好，不是要比赛，所以这样好，然后一手扶这里，然后这样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做出来，很轻松又很扎实。我发现这样做的人也舒服，被做的人也舒服，有感受哈？好，对称可以用坐姿吗？对称，可以。你身材像你比较高的，但这时候要怎样？也是一样，这个手不要扶在这里，这样有一点卡卡的，被挤到，这样，然后整个身体要靠过去，这样你可以做得出来。树林，你感觉看看哦，这样的力量跟刚刚的力量有没有不一样？稍微轻一点点。这样力量没有刚刚大哈、哦嗯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我的力量是原来都是一样大的，但它的感觉不一样，这样比较轻，表示怎样？因为你还出给那个力量就没有那么灵活了。可是贵字哈、哦，按起来比较好看。你说的这样的、嗯、这一张，我现在也是这样做，我不觉得这个比较好按。我做对侧，我已经不这样，我宁愿起来啊，除非很懒。屁股好像坐热，不敢不想起来。那这个患者又上背部没有什么，他只是检查。但如果要解决，我认为这个姿势是比刚刚坐姿做对侧更好。任何人，不管你身材高，也可以这样做，因为他太好做了。这样，然后整个身体靠过去，整个就在你。比较好做。你感觉看看，我再让你感觉，这样。力量跟刚刚有没有一样？这个力道比较大，这力道比较大，就比较扎实、啊，也比较扎实。你看，同样我都用力量，但这样做得出来。啊，如果这样说，你们身材比我矮的更不用讲，就是这样唯一的一个最好方法。我再补充一点，上背部的按法可以站姿，但因为它的站姿跟按推臀部是一样，所以。也是很难站，所以我鼓励用坐姿，因为，然后这里因为也不用大力，所以说实在不需要用站。但站如果你会用，既可以伸也可以挺，其实是蛮好的。好，那这样你看，我靠过来，你再感受看看，有这样的力量。记得哦，不能这样哦，这样揉就错。所以一般也是做不好，一定是要有一点转过来，然后靠过来。好，那我们来做对侧也是一样，对侧啊，本来是这样直直的，这样也揉不出来，一定要这样，还是要转过来，然后靠过来。好，那这样，你感觉这样的力量呢？力道比刚刚的大，大、哦、嗯，就比坐姿的大，但是好像是你讲的不需要那么大。对，问题就出在，所以为什么上背部我鼓励大家用坐姿？没，因为实在没有必要。我们一般是这样哈、哦，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宽度，脚如果差不多已经同宽或宽一点点。做这里脊椎这个姿势，如果脚张得太开，它就没有力量，它没有弹性、哦、所以你看他的脚站，如果站不稳，站太宽就不用做，这个一定做不出来，就一定是这样。好，那一手扶着、哦、那因为背部差不多从这里，那你们、哦、如果要知道到底摸得对摸不对，我是建议用指腹轻轻 touch 哦，不能压哦，轻轻摸哦，那这触感你就知道哦，这个脊椎在这里，那就不用再去找啊，旁边在哪里？没有，真正有经验就是找出来之后，再用手肘去找，大概位置在哪里？好，那你就这个。你看我一靠，哎，骨头我就马上到这里来，所以我也不是说马上记得起来。好，那这样，掌心向下，然后这样。身体稍微靠过来一点点、哦、那你感觉重心有到就好。
你们看看我的脚是微弯的哦，然后这里是九十度哦，注意我这里九十度，这里也九十度哦，然后手不要用蛮力哦，哦，就是它只是来回而已啊。我比较难做的话，可以改变一个方式，弓箭步。我之前也教，就是弓箭步，然后直接怎么样，走过去，靠过去，整个就靠过去，然后你就轻松的这样。这样力量是不是很大？有没有？很轻松。我觉得反正我们现在只要做得出来，还越轻松的方式越好。注意，所以你们刚刚都没有认真点出来，我一直觉得有没有这个？看不见。要修正哈，真的是有一点。没有他，他其实他是自己梦做出来的，他已经自成一派，也就是自成一派。再看他的手，拿的整个姿势，还有整个的姿势，你们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好，再从这里来这里看，来，我再教你们。他现在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？是说大一点的做。对、嗯，这几年来我发现哦。大家那个手法哦，太用蛮力，然后我一路也是自我在调整，哦、那这里哈、哦，你的姿势确实还是有你，哎、啊，来你们点哪一个？刚刚讲看得出来的，就脚太宽了一间，脚太宽，他的身高我认为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但要揉深层，我认为他也有办法，但是会有一点点吃力，只是。吃力，我不敢说他蛮力，因为他坐着实在太熟了。我不要用蛮力来跟你们比，你们很可能我就会直接说蛮力。但是我认为他不一定是蛮力，但是他知道要怎么压，但是身体还不够柔软，会变这样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就这个角度太大。对，大于九十度。那大于九十度，你会用手的力量去推。你不是完全用身体只是身体固定之后，这个只是来回，所以你会做得很累。以你目前为止，如果消耗热能，如果我消耗五分，你会消耗七分，因为、动作一定会消耗，但是会对你长期来讲，做患者时间越久，你会更累。他们讲你宽，我认为宽一点点也还好。但是这样一般是这样，那你身材高，你做同侧哈，那我也是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你们我跟他的角度，你们从那一边看，明显应该看得到。刚刚你们也都在看我手抬得比较高、雅青跟我的感觉里面有没有差异？基本差异不大，其实它还是有点，就放下去的时候有一点想要压，有一点压的那个感觉。也有人一下手就断了肋骨几根，那个就是那么厉害压的，对，老人家嘛，他这样一压肋骨就断了。我就听过，所以我对第一手下去我就很 care， 那很 care 就是。你身体一定要整个姿势架构都做出来，啊，手只是放下，那个力量就足以按，而不是还有一个按，就是照字面上还要按，还有一点哦，你们没有提的，他还有一个动作，他这个手翘得很高，为什么要翘得那么高？压，然后他这一边就高起来，有没有？他是在用身体压，这个叫压。然后我现在是这样放下，把那个尖锐的也放下来，然后手也放下来，放到这样。所以你的手的高度跟我不一样，因为你这里配合你的肩，然后这里还有手肘，然后这个手翘起来，就准备压人家。你光那个姿势意图已经很明显，已经躲不过了，对不对？
那这个就是按你们所谓的按原来是压，你们的按是压，然后压再推，这样对不对？是不是我学了像了啊？这样对不对？我现在学亚军像了吧，对哈、哦、那我现在是这样，这个放下，整个身体变轻松的，然后这个手也放下，那个尖锐都被我修正，然后我就只有一个弹性，然后只有手来回而已，也不再压人家，也不再有多余的动作，然后身体这样靠下来，那种力量就够，不要还有一点点的想压，那个是不行的。也就是我任何一个姿势，身体怎么变化，这里一定都是九十度，这里一定九十度，我自己不会卡死。但很多志工，他只要动作变了，这里就通通变了，变形。但你真正做习惯了，你那里是不会变，容易九十度，啊，这样做都可以做到很好。好，那这个我已经教了，那我们现在来做臀部，那个脚，第一脚翘起来，然后勾到这里，好，那这个它找出来就是要找胯骨上沿。这里差不多这里上沿，那下沿在这里，所以如果你们要做臀部的话，最好就是这两点同步做，就是做完之后紧接着就做这里，就不要让他的脚来来回回。那这个掌心向这个外，不要这样，这样挪不出来，这样这样就顶得进去，注意哦，这是上上臀部，好，这样重点在这里，好，好，注意了、哦、那我现在下沿咯、哦、下沿，哎，注意哦，我的手不是这样了、啊、我变这样，因为我要靠过去了、啊哦、所以我张到这里来，好，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做，这里是最后一点，好，那这样都做出来了，好，你再放下来，那这里如果还没有做到，你就再补充一下，这里应该刚刚已经有做了，那再这里就是 V 字形，那对侧同侧也是这样，这里脚，这里可能人要站后面，弓箭步或那个都可以，反正做个舒服就好，它重心下低一点，这个也是用这样的锁顶进去。好，假设这是上，有感觉吗？有，有做到吗？嗯，有哈、哦。这样，第二点，第三点，好，那再来做这里胯骨下沿，低一点，再更低一点，这样子。很痛啊、嗯、你有问题哦，你这里也有问题耶，问题很大、啊、真的啊，坐太久了，我这很轻你就在痛，这里呢不会，你可以啊，来走看看，来你就快跨上去，可以，这个没问题，这样这样也蛮舒服的，可以，完全同意，反正我们做就是找最舒服的姿势来做出来，这个臀上沿跟下沿侧面就是这样做，臀部我的建议、哦、坐姿也可以，坐姿其实比较不会累，然后患者他怕痛的也可以比较接受，但如果你要揉深层一定是站姿，就不用再讲，那我们坐姿，臀横纹对臀横纹，好、哦，这里，这一手一定要这样放，放在胯骨上沿这里，好、哦、腰，那这里对过来，这个是第一点。一般臀部 V 字形错就是我们从侧面揉到这里来，但有些人一放就放到第二点来了，第一点反而漏掉，我们一定，然后整个身体要靠过来。这样这样就可以按了，记得、哦、身体要靠过来，
放松，放松，放不松啊？放不松。啊，轻你就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一般哈、哦，患者在绷紧的时候，你再揉效果不好。嗯、所以一般如果遇到这种，就叫他尽量放松，而、啊、你力量也尽量放轻。放松。啊，这样。深呼吸。啊，这样。深呼吸。那像他这样，你根本就不用靠，因为你看我刚刚是这样。他连这样力量都受不了，我就起来一点，那我就这样很轻松的，这样帮他按，这样哦，这样就可以揉到最后一点。可以请他这样子弄起来，那我们也是朝上去，这样吗？对，啊、这里哦，要这种姿势是什么情况呢？那个肉很多的，不一定胖子了。但是它臀部的肉特别多，你很难揉进去。好，我们可以这样。啊，如果没有就不用。啊，我这样力量就进去了。嗯，这样是不是重了？对。这样是不是很重？嗯。对不对？哦、嗯。所以这样一定能解症了、哦。以我这样的力量，大部分人，那如除非他很那个要深层。那你们女生，我的建议是这样，如果这样还不够，就起来，整个靠过去，这样好像有一点翻白肚那种感觉，然后这样，有没有？整个再靠过去，这样力量是不是加大了？对，对不对？但力量是来自于身体。如果他想要力量大一点，就用站着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换这样？换要坐到这？因为你坐着。不是啊、你坐着，他如果需要深一点的，你就用站的啊。你不刚才我告诉你哦，这个是比刚刚深，但最深的是站姿。嗯、我必须要讲，如果分三个层次，这是最轻的，这样靠过去。好，哎，第二个力量就是这样还不够，稍微你本来是坐姿嘛，你也不用站起来，这样也是很简单，起来一点。就直接这样做、哦、这是第二种，第三种这样还不够，就是来，我们现在要教的就是站姿，但我告诉各位，站姿目前没有一个做到百分百的，大家看一下、哦、它的整个位置跟姿势、哦、好，它的姿势你们都看到了、哦、这在台北可不可行，他的问题是站在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他这里都没有转身，他就直接这样做，这样肯定是做不出来，他应该是这样，这里要站在臀部对过来，然后这里手扶着，然后这个弓箭步要低，然后这里要怎样转身，这里转面对前面，然后整个靠过来，这因为靠过去的时候你整个力量就下去，然后下去怎么那个手很自然就沿着骨盘，你如果没有这个一靠，你越揉越下面就越离开骨盘，就这么一回事，所以很多人就揉不好。来，我现在做给你素敏看看，我现在还算减轻力量，不敢前力，站姿就是，我还是讲解一下，因为没有人做得出，几乎没有人做到很标准，所以常常就不叫站臀那种这样，然后整个这样，整个然后靠过来，然后这一腿就自然撇出去，然后这样掌心向上。然后越往下蹲得越低，这样，好，这样就做出来。我揉了两遍，佩斯你再来看看你的站姿，你喜欢站姿对不对？倒比较好一点。啊，对，可能有比较像，但是还是站太前面。对，要比较比刚刚。在后面的话才会流出90度，对，是没有错。
好像有一点大一点。有三斤，但是它的力道还不是像单只那么柔，那么柔软。它比较柔软又可以深入，那、啊、你稍微有一带一点力道。就是姿势如果不标准，就自然要用到手的力量。就十五分了啦。自然就会有压迫感。那我们学就是尽量做到没有棱角、哦、没有压迫，然后又柔和又能深入。肩部哈、哦，跪姿啦，我认为也不要再坐姿了。这里跪姿几年下来哈、哦，有些时候坐姿。这种姿势都不好，我试过，那我们就统一，这里就这样。第一点在哪里呢？腋下对过来，所以揉到这里。然后这一点是肩峰跟啊、哦、颈肩结合处这里哈、哦、的二分之一，所以差不多在这里，这里对过来。那如果做熟的人，没有人再这样比的啦，手放下去就一定对了。你怎么做都一定对，就是这里一下对，然后这个手，然后不要用这里，是要用侧面放下去，手放下去就有力了。然后你看哦，这样，然后放下去就有了。然后它只是来回，好，它来回。然后你什么都不要想。什么时候要转也不要自己心想，就一直揉、哦、然后傻傻的揉，哎，这里有骨头了，那就确定了，这里就是要转弯处、哦、这个时候再站过来。好，记得这个跪这一手跪到你这一脚是平的、哦哦、然后再来这里插一个空间，然后插一个空间有什么好处？身体挺直，这样才能挺直。那这个手就可以直接这样顶进。啊，这里不能软，软是怎么样呢？什么叫软呢？就是这样，很多人到这里的时候就软了，然后就这样推，这个揉不出来，没有力气，一定是很刚强。这里好像就是被固定型了，我什么都不动，然后直接靠过去，然后整个身体。稍微往下压，稍微往下，然后带过来就可以做出来。然后你看他那个手，如果有人这样，这样也做不出来，一定有一点，好像那种硬硬的形状，这样。助理有感觉哦？会不会太痛？这样肩部完成了，这里要注意屁股要挺，整个抬起来，不能这样哦。很多人这样做也做不出来，这个是最容易犯错，这样做不出来，一定要这样挺起来，然后这个手要掌心下面，然后直接插进去。那现在哦，我们再来教四肢呢，我建议哦，早期用前头法，哦。以前食指这里都不要用，现在食指我几乎很少用，就是你要这样也可以，但是我的建议这里还是用黄土直接顶进去，有没有？好，你可以左右也可以上下，这里、哦、我一般是这样做。来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我这一边我的做法是顶进去，一般是这样，这样顶进去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就可以解阵了。我都是这样。现在如果你们要做，其实光这一个动作就可以解阵了，然后又方便。其实前头还不是那么好用，啊，要用前头法也可以，就是这样，这样顶进去，有没有？啊，手也是要放软哦，跟我们现在教的一样，它只是上下。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到深层、嗯、对不对？两个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？刚刚比较柔，虽然可以深层，但是没有一个尖尖的。这个有尖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。你看，所以我说现在在改良的时候，
就是尽量以让患者能解症又能够柔和，就是紧贴着这样。有哈、哦？是很痛哎、欸。对啊，可以揉到很深啊，既可以解症又可以怎么样柔和？那我轻一点，你看就变这样，有没有？嗯。很柔和哦，比刚刚那个食指还柔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建议用这样，就是统一这样。他手指痛，以前我们都用这样，对不对？嗯、要不然就用这样，嗯、对不对、嗯嗯？我现在是这样，直接顶进去。有揉到里面的筋吗？有。有。一般都可以揉到，有我发现根本都可以揉到、嗯，所以也不用。我们以前都用一种想象，就是啊，他这里两骨之间，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东西顶进去。现在我不是这样想，当你顶进去的时候，这个手下去的时候，事实上可以在两骨之间起作用，啊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用以前这样。好，但这个有一个问题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你这里哈、哦，这里骨头以下到这里都可以按到，用这样刚刚那个手法，但唯独这里没有办法，所以这里还是要用这样，这里顶进去，这样有没有？因为你这个不可能靠压，啊、哦，所以只好这里，但这里很重要 哦，尤其这一段很重要，有些人手指头痛是这里引起的，啊、哦，所以这里要这样，好，这里不能用这样。不要，这个太宽了，太宽你不容易挤进去、嗯哦，所以用拇指侧面的拇指顶进去、哦，那这个哦，一记这里哦，我还是觉得用这个手法是，那它这一个有一个技巧，它是怎么样？这样稍微往下拨，往下拨就顶进去，好，然后这样就可以顶，好，假设。我这样顶进去，有感受吗？嗯，我不要太大力，差不多这两点。嗯，好，那我如果改变一个方式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也可以，对不对？这里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是用这里。所以我发现四肢我们都用这里，其实很多都可以做得出来。从手肘有没有？有没有注意照？手背有没有？我也是用这里，有没有？好，到这里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有没有？这样更舒服，对不对？然后也可以更深入，对不对？我们统一把它都用这里，好，修正，尽量不要再用这个，但是唯一一点就是这里一定要用这个才能顶得住，这个没办法，因为两个骨头有没有？这里哦。就是足底筋膜炎哦，这里这一圈管足底筋膜炎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也是来，就是这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一样，用这种就可以顶进去、嗯，有没有？嗯，这样是不是很蛮有力的？好，一般我的建议是这样，一样用这一块，有没有？这里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就这样，好，直接顶进去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感受很痛哦。嗯，这个绝对。然后这里如果患者还觉得不够深的话，我这样直接顶进来，是不是？这样是不是更深层？嗯。有些人这一痛，然后他还会延伸，那我这个都可以直接做上去，这样都可以做得到。那这个哦。患者最好是怎么样躺，因为他这样整个就贴住了，坐的时候没办法贴，所以一定是这样，这样好做，好，这样力量是不是比较更扎实？这样绝对更扎实，那你这样也比较好做，所以我建议做脚踝躺着做，那这样你看哈，我再同侧好，一样，哦，这个可以做。然后紧贴着，你看多好做，嗯，紧贴着才好做，嗯，有。然后你身体又由上往下，那个力量可以节省很多。那、嗯啊、如果你要用这样也可以，是不是这样力量也蛮足的？
好，你看，对啊，啊都可以由上往下，所以我们尽量就不要再用手指头了。足背也是一样，记得用这个，因为足底痛前段的时候就用这样，有没有？直接就这样，这样顶进去，这里也是这样，反正骨肉不管它，很痛对不对？还是有，那表示可不可以揉到？一定可以揉到。好，那我们哦，这里就可以都做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再用以前的，你看看，这样。OK。好。没有了。等一下我。是因为你的面积大，对，你可以揉到旁边，对，有一个主要，但是其他的都被舒缓到，对，全部都被，然后即便有痛点也可以揉得到，对，然后这个哈、哦，它比较针对，很尖、哦，很尖，很尖锐，压迫感很十足。我其实没有压迫感，只是因为刚刚的比较舒服，所以你喜欢刚刚的，对不对？就不喜欢这样，对。既柔和又可以揉到深层，还是有柔到。对，好，那这里还有一点，就是还是一样，面对这里，在这里就这样，有感觉哦。对，那这个是前面，但我这样你就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前面那个特别。对，所以这里要补强。那这样我们教下来，四肢就是这样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。我们现在预告一下下个礼拜我们的直播课程，我们下个礼拜有实作的分享，内容有关于皮肤病的，还有乳癌，还有中风的分享，我们下个礼拜见。